这是谁的袋子？袋叔是您的吗？不是。大妈是您的袋子吗？哟，谁的呀？这可是档案呐，谁这么不小心，连这都丢。档案？可不，丢了它就成了黑户了。这么严重啊？搁这儿吧，丢的人肯定得回来找。这东西丢了，还不急坏了？您是来找东西的吧？对呀，姑娘，您看见一纸袋了吗？上面写着“档案”两个字儿。您说的 是这个吗？对，就是它，没错。谢谢姑娘了，谢谢谢谢。我在这等你半天了，怎么才来呀、啊？哎，姑娘，刚才你说等我。对呀、啊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姑娘。啊。你是收废品的吧？对啊，姑娘，你跟我来，我有点东西给你。张子月同学，该起床了。什么？叫你同学呀！姐说今天给你办上学手续去，以后咱俩就是同学了。嗯，铁皮呢？啊，我的铁皮呢？铁皮，铁皮。
我的铁皮怎么不见了？啊，铁皮！我的铁皮！我的铁皮呢？我的铁皮哪去了？一定是他们！我这么藏都藏不过他们的眼睛！这帮流氓！混蛋！子越，爹，子越，对不起了，子越，我没有想到他们会这么坏。放心，学费我会想办法的。怎么有铁皮，咱们要上学。子越，我不着急上学，我真的不着急上学，子越。我真的不着急下学，你别生气了。我找他们去。姐，你干嘛去？姐，姐，我点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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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六六，发起马呀！我的铁皮呢？快把铁皮还给我！一大早上起来你就踹我们门，你他妈是不是活够了？啊！知道是你们干的，快还给我！我们这有猪皮、牛皮，还有人皮，你要吗？少跟我胡扯，快还我！我都说没有了。不信你走，走。大哥，来了。大哥，钱都在这儿，你还别说，20多公斤的铁还挺值钱。还不承认？你们到底还讲不讲信用了？说好了交了保护费就不捣乱了，现在呢？现在他妈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老子他妈交给你办的事儿，你给老子办了吗？你给老子探听回来他妈是什么了？晚办了吗？你这帮强盗！反正我横也不是，竖也不是，我今天就跟你们拼了！我。女孩子玩刀不好，不好。行。有胆量，告诉你，那东西就是我拿了，也卖了钱了，不服气是吧？钱在这儿，刀他妈也在这儿，这两样东西随你选。但是你给我记住了，你今天砍我弟弟几刀，你弟弟妹妹身上也要被砍几刀。这是我的事儿，别扯上我弟跟我妹。要砍你砍我。我他妈砍你干嘛？我是想告诉你，我他妈才是这儿的老大。老大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告诉你，张子君，这件事给你记在账上。滚！滚！还愣愣什么？滚！你个臭捡破烂的，你个臭烟花花子，我让滚飞底下！他妈滚！滚！他妈还算滚！哥，我敬你。
校长，门外有个姑娘说要见你。见我？见我干什么呀？为她妹妹上学的事儿。一问啊，家里没钱没户口，可她死活要见你，我拦了半天都拦不住。见我有什么用？这入学手续是有规定的。我跟她说了可算。您叫校长吧。哎，校长。校长不是我，是他。校长，我求求您了，我妹她特别想上学，我不想让她再失望了。你就是让她上学，等我攒够钱马上交行吗？姑娘，我不是不帮你，这学校也有学校的规定。您就通融一下吧，您是校长，他们肯定都听您的。我求求您了，孩子，校长也不能私自破坏规定。再者说了，也不光是学费问题呀，还有户口，没有户口，你让我怎么替他办手续？这样吧，你先回去，等这些都解决了，再来找我啊。走吧，姑娘，我说过不行了。哎，校长，走吧，走吧。我求求你了，校长。哎。校长，再见，明天见啊。好，校长。姑娘，你在这守着也没有用，我呀该说的都跟你说过了，你快回家去吧啊。哎，校长，校长。好好，来，校长啊，来，给你钱。真是服了你了，这是给你妹妹的课本儿。您同意让我妹妹上学了？学费啊，先由学校给垫上，还有户口呢，可以等你一个学期。让妹妹呀，明天来先旁听，你去总务处啊，去办个手续，明天呀，就可以领妹妹来上课了。哎，谢谢您了，校长，谢谢您了。揍他！不，我想拉下。